40分钟的路途也无算远。9:30，火车到站。迄日头是赤呀呀，行步两步，面顶大粒瓜，细粒瓜，滴滴落，滴滴落。今仔日，阮来到嘉义的大基村。大基村伫咧嘉义的民雄，迄当阵是年年咧做大水。20年后的即马，已经足少听到灾害发生啊。即届，咱就对着分队长建时先生，看一个啊，伊平常时伫咧巡逻的所在。我是有这个一条路，我已经做要几十冬啊，诶，环保的。我这个河山桥诶做十几冬，就算这条我做十几冬就对了。拢你诶船啊？啊都，以前拢以前我这条路以前我做迄个环保诶队长，吼、哦，啊落去我无多，我就叫船长来做诶。我咧负责起底啊，起底放台天，放台天来，阮就爱出来就啊。我出来就一定爱穿这個。哦。你出来时唔爱穿这個，你无穿这唔正常。分队长嘛，带咱行到抽水站看卖。这是咱来自草皮里爱红水站出水。啊，若无你拍袂离来，就着淹了。所以平常时嘛，袂抽水。无，啊无水变啊抽。哦，啊无水你就袂当抽啊。旧年都拢无风台啊。啊，今年唔知有唔着风台，着有风台才有水啊，无风台肯定无水。就平常拢爱少少。爱打泡泡。来顺家是顺到家，就到球队站。到球场。哦，所以后边是另外一个。另外两个，你高安无同款。安尼是一个区还是一个里还是先？一村。哦，一个村。嗯，我们这算一个小村。因对，我只啊，包山啊，一个哪里啊？金到要到二楼的啊！那风台你若起码是负责遐去遐较安全啊，较袂烦恼啊。以前也袂去遐，就真正。十几冬来，地工的工课从来毋捌停落，也毋过风顺的世界，阁需要民众共同打拼。在阮从来遮较无迄观念，阮从来遮较袂迄观念。啊，敢有迄？你做做啊，有人要加入无？对无？要加入，敢要加入呢？唔做啊？唔做。敢要欠呢？也唔做啊？哦。啊，唔做，我就无有，我就无要。我只干干，我等我一年呢。哦。等我一年呢。伊无要无啥工程师，是因为每一冬拢爱迄个用怪手来起底啊，拢爱抄啊。哦，来挖诶。喷安尼，还是安尼呢？啊！这个农作物接不上工程。现今科技的进步，已经会当足方便去做灾害的预防。也毋过，台湾水灾的问题煞未消失。若是要降低灾害的伤害，阁需要全民做伙努力。